嗨，大家好，我现在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你肯定有听说过巴基斯坦枪的按斤卖啊，很便宜，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造枪的村儿。然后今天呢，我就来到了卖 AK 的一条街啊。我后面那些店呢，全部是卖 AK 的。在这条街上呢，你到处都能看到 AK。你看，这个人又背了个 AK 过去，应该是才买的啊。而且呢，这旁边呢，就有一家银行。这个地方，这家银行啊，这家银行在这个地方应该算是比较安全，有那么枪支保护它。这里又是一家枪店。现在呢，我们进去看一下，当地这个枪贵吗？贵不贵呢？啊。Nice。这把迷你的袖珍手枪是5000卢比，人民币核算下来呢是220块钱左右。它做工的话都是用那个机床磨出来，所以它会有一点瑕疵。他给我看这把枪呢，是1万卢比，人民币的话就是500块钱左右啊。老板现在又给我拿了一把大的枪啊，这个枪挺重的。哇，子弹就这么大。This one how much? This one? Yes. 20,000. 哇，这个枪比刚才那把手枪大那么多。算了一下，909块钱。Okay,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welcome. 老板刚才给我讲啊，他这个枪呢，他以前都是卖到阿富汗去的，现在生意不好了，只有当地的一些安保公司呢会来采购枪支。你看这家又是一家枪店啊，这连续还是一家枪店，哎，都是卖枪的，这门口都是说子弹枪支。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brother. Nice to meet you. 这个老板呢，给我拿了一个这个枪 ，MP5. Yeah, this war pistol MP5. Oh, this made in Pakistan. Pakistan. Yeah.Sell to Afghan? No, sell Pakistan, only Pakistan. Oh, okay. 这样放在桌子上，当当。This is a stand. Oh, stand. Yeah. Oh, nice. Yeah. 人民币的话是1100，这一套加起来，然后这里还有激光的瞄准镜。Yes, I know. Yeah. Yeah. 我问了老板，就是外国人是在这里不能买枪的。当地人买枪的话也必须要有那个持枪证，你要去政府开，所以大家不要想了啊，不要想了。 Thank you so much. Yeah. 我给老板送了一个那个钥匙扣，中国国旗的那个，他又请我喝可乐，他没有跟我说，然后他直接去给我叫人给我买了瓶可乐回来。再给大家问一下子弹怎么卖的啊。This is made in China. Yeah. This is made in Pakistan. Yeah. This is 25. 25. 25卢比，也就是1块钱人民币。China. Nice. Yeah. 啊，就是，反正大概意思呢，就是中国制造的这里面的火药呢，应该是要足一些，杀伤力要大一些啊，所以这一颗子弹还是蛮贵的，8块钱。Okay. Oh, color good. Color good. Gun good. Yeah. Okay. Bye bye.我们去下一家店再问一下，每家店主打的枪都不一样。这里呢，又是连着的两家枪店，咱们进去看一看。Hello， 哦，这里是个警察 ，Nice to meet you。这怎么回事？他过两句。怎么给我在俺家的？我怎么没了？老板给我拿了一把他这里主卖的枪。Yes， 我手上现在拿这把呢是这个店的主打枪 ，MP5， 就是 MP5 啊。我记得香港飞虎队好像拿过这个枪，还有呢，就是我打 CF 的时候用过这个枪。这个枪是我今天拿到的最顺手的一把枪，就是你看，轻量型的机枪，它的弹夹呢也非常容易取出来，就也很容易上去，1200块钱人民币左右，非常容易上手的一把枪。老板呢给我申请了去打枪，刚才他店员呢直接把子弹揣在这个兜里边，然后枪憋在这里。然后就带着我们去打枪了，在前面啊。嗨。刚才那边的老哥给我示范了一下，就往那沙堆里面打，他打了几发，耳朵是鸣的，嗡嗡嗡嗡嗡。
刚才因为那把枪有问题，他要试了之后呢，才知道我能不能打，然后结果试出问题来了，枪有问题，因为他们这里做的那个枪，所以我不能打，这期内容就到此结束了。